谷翔平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大谷翔平还没申请入闸，美国媒体接连造势炒热气氛，其中最被看好的洋基队固然有许多吸引大谷加盟的条件，却有个必须尽快解决的劣势。据 NJ.com 报道，洋基有四个条件吸引大谷：一是球队战力坚强，夏季有望冲击美东龙头；二是有许多潜力新秀未来也会加入行列，战力更坚强；三是过去有许多日本球星在洋基打出好成绩；四是能见度高。拉斯维加斯的赌盘赔率也是最看好大谷加盟洋基，然而纽媒也点出，洋基最大劣势就是总教练人选尚未定案，这将无法明确回应未来如何调度，这可能会是大谷最在意的问题。根据 ESPN 记者 Jim Bowden 最新报道，洋基已面试五名人选，但他们计划持续面试更多人，人数、身份皆未知。大谷加盟球队赔率，洋基2-5道奇，2-7水手，2-9小熊，1-8游骑兵，1-12大都会，1-20费城人，1-25。